皇宫是上水的鱼市，高雄高山鱼市，八月底是因为人客太少，所以现在暂停营业。不过因为风景很水，也是有很多人会来这翕相。不过有民众就发现说，翕相的所在现在是有很多钓客，马志奇说市府都没在管，明明不能钓鱼，却让钓客进去。国庆连假，民众来到高雄高山鱼市场，想要伫个江边这个景点翕相，所发现钓客的奥多麦、钓具拢冻掉出镜的角度，啊，搁有动线。民众想起伫个面册发文质疑，为虾米高山港口会当钓鱼？拜伊早时前往现场，确实有一挂钓客，因讲是因为鱼市场为八月底暂停营业，较少人进出翕相，才来钓鱼啊。那真正游客要求刷位，伊嘛会配合。跟你若要翕，你若讲的，那有啥？收起来而已，在旁边而已啊，没有什么。可是你不是啊，你其实有时候你不讲，你闷气回去；跟你有时候你讲，又是口气的问题。啊，我要去抢你娘啊！姐。但市府边啊菜店各时牌已经明确讲，禁止伫水上活动钓鱼甲乌白淡废弃物，将会请工作人员甲海巡加强巡查。这个部分，我们海洋局会督促鼓山渔港管理站的同仁会同海巡人员加强来巡逻取缔。市府表示，就算高山鱼市场目前暂停营业，江边装置艺术也是开放予游客进出来翕相。依法民众袂当伫个临近个江边来钓鱼，若是予取缔，会当按照鱼竿法开罚上少3万块。记者王立廷、柯正准各用报道。